的感觉，天哪！天哪！你要从杭州不是对外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o One。我觉得会的，因为我们还是就是比如说每个人拿到自己的衣服之后呢，会稍微互相去商量一下，对，如果有出入太大的颜色或者是风格的话，我们还是会相互统一的。对，我是先说中文好吧？是，上面是个螺蛳粉。中国很多美食啊，你们什么吃过螺蛳粉？我尝过，我觉得好吃吗？哦，中国的美食是所有很好吃的，然后还有挑战过其他的中国美食，然后哪样印象最深刻？还能尝尝吃过的呀？还能尝尝吃过的呀？好，那我。我非常喜欢重庆的辣的火锅，还有什么烧烤，因为我喜欢辣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喜欢吃，我那天跟 AK 是他的那个拌面很好吃，对，拌面，对，然后还有粉烧肉很好吃。嗯，那这个新专辑有一些中国文化了，像舞狮，有什么感受可以分享一下？我和 AK 和郭彦是火山，然后我们学过了，就是舞狮的动作呀、文化呀，他们的就是文化是很厉害，然后他们也很多练习，很多努力，所以我们也很一样的感觉吧，对，所以我很感动，然后。现在我们自己的眼睛大哥是就是舞狮的掌声的表演在我们吧。嗯，好的，因为时间的问题，那我们印出万老师可以去其他群房间接受我们的采访。谢谢大家辛苦了。